这个好小呀、啊。这个肉上面的肉，一会儿直播的时候再慢慢看。人私信我要我吃牛骨髓，我的私信都爆了。今天给你们吃一个，可以。老板说这个肉给你吃了。可以玩一会儿吗？可以。
下一个。不好意思，帮我忙，又出来查你们了。今天这个得劲儿，出来。牛骨髓啊，哎呀，我这太香了。必须有点蒜啊，这个骨头搁着呢，快捡起来。牛骨髓新鲜的，特别好吃。牛骨髓我也能吃，牛骨髓我也能吃。好用，嗯，又是那个味儿。